陈真好，我们先念唐诗哦。今天已经星期五了，我们要复习我们学过的唐诗。来，我们从最后面开始来，我们先念这个过年的，请你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一定要来坐坐后面。可是过年过了，那下一次还有过年有没有？对，我们每一年有一次过年。来，元日，作者王安石。炮竹声中一岁除，换宝宝。炮竹就是鞭炮的意思。炮竹声中一岁除，一岁除就是意思就是又过了一岁了。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屠苏呢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春风送暖就是到了新年的时候春天就来了，春风就是暖暖的风，因为冬天很冷对不对，过了年的时候就要变暖和了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瞳瞳日就是朝气蓬勃，就是很热闹的意思。总把新桃换旧符，就是我们都换上新的门帘。门帘，昨天妈妈是不是指给你看什么是门帘？这个帘呢，不是窗帘的帘，是对联的联。什么叫做对联？我去看一看。就是有两句话的意思。好，等一下来，我们再来念这一则。来，三十九首送友人，作者李白。青山和白水绕东城，此地一为别。是夕阳还是日出？人对，落日是什么意思？落日就是要下山的太阳的意思。落日是叫夕阳还是叫日出？落日哦，落日是夕阳还是日出？落日是太阳要落下来了，太阳要掉下来了，叫日落，所以是夕阳还是日出？夕阳。夕阳，对。落日故人情，故人就是老朋友，就是好朋友，以前的朋友的意思，旧的朋友叫故人情。挥手自自去，萧萧斑马。很棒，好。州词，作者王翰。葡萄美酒月光杯，葡萄呢？葡萄呢？没有葡萄。欲饮琵琶马上追，这里面有没有琵琶？也没有琵琶，这可能是琵琶树哦。琵琶没有，琵琶是弹的那个琵琶。妈妈待会给你看一下琵琶是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醉卧沙场，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。我带着这个好，就跟你看。
唱我就乱和，滴滴答滴滴滴，答滴答滴答。你带来这个要干嘛？带这个要干活。干活？你干啥活？滴答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滴答。你手放掉，它还会在那里吗？手放掉就不会啦。嗯。那弄在耳朵边，好不好？弄耳朵。不要。好来，那我们先不要玩这个。滴答滴答滴答。好来，宝宝。醉卧沙场，君莫听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对，这是人，对不对，宝宝？看这个字，这是不是人？是不是？这个字呢？这是什么字？这个字笑。笑，对。好，这个字呢？马。这个字呢？大。好。咯、这个。这是吹，吹就是像阿姨们常常吹你，快点，快点，吹你。好，来，这个是什么字，宝宝？杯。杯。杯。好，那这个字呢？酒。酒。哎，这里，这两个字呢？葡萄。葡萄，对了，好吧。好，来，做好最后一首。来，登幽州台歌，登就是爬上去的意思，叫做登。作者陈子昂，宝宝，这首诗非常的有名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要背起来这首诗。哎，这怎么没有呢？这个叫做逗号，表示说我们故事句子讲了一半。可是不可是？这个是句号，表示我们这个句子讲完了。像这些豆豆啊、圈圈啊，这叫标点符号。好，来，前不见古人。宝宝说前不见古人。前不见古人。后不见来者。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。念天地之悠悠。独怆然而泪下。学完了，宝宝好棒，整本都学完了。我们现在只是要把它练习的熟一点而已。好，二十八首《长干行》，作者崔颖。君家何处？妾住大陈。停船在借问，借问就是请问的意思，请问你哦的意思。或口同乡，同乡就是我们是从同一个地方长大的意思，乡就是故乡。宝宝，你的故乡是哪里？美国。那妈妈的故乡是哪里？妈妈在哪里长大的？记不记得？妈妈在台湾长大的，所以妈妈的故乡是台湾。或恐是同乡，就是说我们都是从同个地方来的。嘉陵九江水，来去同是。声响，好，妈妈看看你鼻子里有没有。好，这念完了，宝宝。好。哎，宝宝，信，凡出言，好好念，先不要挖鼻孔。先帮妈妈帮你看看。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不要。去坐好，我们要念《弟子规》。不要，我先写名字。